这月的活动经费可超支了，李总，不能光看经费，还要看利润的。有道理，你先去吧。张姐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长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国辉怎么了？国辉，你甭跟我编，我告诉你，梁国辉最近非常不正常，对家里的事情越来越不负责任，最近还经常跟我吵架。前天我们吵了一架，干脆连手机都关了，我怎么打都打不通。你最了解他，你也知道他再忙，他再有病人，他什么时候关过机啊？什么时候连着两天关着机不回电话不回家的？长江，你就不能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了，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他医院去看看他。哎，你给他办公室打电话了吗？哎，我打过了没人接。那就是和病人在一块儿呢嘛，没法接电话。长江，国辉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郑老师，长江哥。啊。他怎么了？他发烧了。发烧了？嗯。那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？梁老师怕你着急。怕我着急？这样我就不急了。郑姐，你先陪国辉在这待会儿，我们到外头等你。我说，哎，方大哥。郑大夫怎么说来就来了？他知道了？他什么也不知道，他不知道国辉生病的事，也不知道你照顾他的事。国辉两天没消息了，他着急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跟平常一样，就当国辉是重感冒发烧，你照顾他，见着他别慌。其实我也没什么可慌，我只是不知道这么下去，梁老师还能挺多长时间。华硕，你已经让我很感动了。80后能有你这样的，我真没想到。哎，还别哭啊，你可千万别哭，到时候把眼睛哭肿了，郑姐可多想了。80后应该什么样了？在你眼里都是怪物吗？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应该来吗？不是，我不是怕你着急吗？你是真怕我着急呀，还是怕我来了你不方便呀？你说你这什么话？发烧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发个烧输点液退了就行了，没必要兴师动众。我是你老婆，她在这儿陪着你就不兴师动众啊？谁啊？华硕呀。出去了。不是正赶上她值班吗？她跟我输个液，这也叫兴师动众吗？如果你仅仅是发烧，他至于伤心成这样吗？你这问题我没法回答你，你得问他去。就是出于对外人的礼貌，我也应该先问问你啊，对吧？行，那你问我。华硕喜欢你吧？
你不要胡思乱想。我以前还真没这么胡思乱想过，我就觉得他就是你一学生，是一小孩。对，但今天他还真让我看到眼里了，长大了，身材不错，长得也好，亭亭玉立的啊。你这带有醋意的说话就不好了啊，人家比你年轻，长得比你漂亮点，你就妒忌人家。我妒忌？哎，全世界美女多了，他们跟我有关系吗？跟你有关系吗？行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，我把事情的经过跟你说一遍啊。我呢发烧了，然后正赶上华硕在这儿值班，我就麻烦他给我输点液，输完以后我就睡着了，过程就是这样，其他的我没法跟你说更多的，所以我希望你也不要误会人家小孩，行吗？你都病成这样有什么不行的呀？饿不饿？我给你买点吃的去。要不我回家做点给你送来，你要是不想吃，要不你起来吧，去我们医院，我给你找一大夫好好看看。你老摇头什么意思啊？少退了就好了，你也挺忙的，该干嘛干嘛去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我照顾你，你有人照顾是吗？张姐，我现在是个病人，这在医院里边咱俩别吵架好不好？我也不想跟你吵，但我想说句心里话，我觉得你很不正常。好好歇着。他醒了，我让他去我们医院，怎么都不去，非得要在自己医院待着。我也不知道他跟我较什么劲呢，真是。你也别多想，他可能是不愿意折腾吧。再说也不是什么大病。那你多费心了，华硕。没有没有，我应该的，郑老师。我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。他是不是看出来我跟梁老师？你和梁老师什么事儿也没有啊。现在什么都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能让国辉在这段时间里多感受一些温暖。我也走了，你去照顾梁老师吧。嘿嘿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你真够可以的，大老远的给我弄这儿来啊，就给一碗热汤面吃。我乐意。我明白你的动机了，在我有限的这几天里，你想让我多吃点好吃的，将来不留遗憾是吧？你能不说这么刺激人的话吗？多说点刺激好啊，你将来就有免疫了。你也想这么刺激郑杰啊？国辉，告诉郑杰吧。不告诉他。你了解郑杰，他不可能什么都看不出来。是，我了解他，他能看出来，但是他看出来的肯定不是说我不行，他还会胡乱的猜测我跟华硕之间的那点关系。我觉得这样也挺好，让他绝望，让他痛心，不至于我走的时候他痛不欲生。你说我走的时候郑杰会特别痛苦吗？废话，他是你老婆。郑老师，他怎么了？他发烧了。发烧了？那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？华硕喜欢你吧？我以前还真没这么胡思乱想过。
少啰嗦啊，拿钱住院去，密码后留位。我不用。我不用你还。你不用还就更不用了。不会，你就让我看着你这么等死，你这不是折磨人玩吗？你，我真是不能去啊！就现在这么着，我的时间都不够用，真的。国辉，你替我想想，替华硕想想，你想想我们的心情。我们都是你的朋友，你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，我们谁的心也不是铁打的，你就让我们看着一天那么扛下去，你扛得住，我们扛不住。国辉，我求你了，给我们点希望，给我们点盼头行吗？我说咱能不能别这么伤感。谢谢你的长寿面。歪打正着，你可能都忘了，今天是我43岁的生日，我挺高兴的。人都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儿，按理说咱们还是花的年纪，你这是花是怎么了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生死场上无大小，黄泉路上无老少。我就不当这枝花了，你替我担保。甭跟我这装大的，你跟我说过啊，你也怕死。是，我怕死。但是人不会因为他怕死，他就不死，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哥们儿，还有什么能让我帮你的吗？你还真能帮我点什么？什么？你延长我的寿命，不用多，50年就够。你做得到吗？哥们儿，我真想做，可我怎么做不到？行了。不说了啊，你所有的心我都领了，我真是没时间了。谢谢你的面，很好吃，我得回医院了。不会。你还有什么吩咐？干嘛？生日快乐。